谢谢，欢迎今天晚上所有的好朋友光临到我们的轩尼诗炫音之夜。以下的时间，相信所有的好朋友你们已经期待已久了，来，尖叫声有请潘裕文。我走进三八大沙漠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。摄氏66.6度，快要风化我的眼珠。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，汗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10天的折磨，恐怖一天变成了旅程。要想以后我就全明白，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，找自己，找自己。想把被天使归于那么多女人到哪里去、yeah、每个人都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？我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世界里，是逃避逃避。那你谁来我们的背叛里，今天大雨一直打滴滴答。